近日，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举行官方单元片单发布会，由祖峰自导自演的处女作影片《六月天》入围一种关注竞赛单元。电影《六月天》主要讲述一次警察查案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人和事所引发的爱与罪的故事，既有男女之间的背叛，也有为爱所产生的救赎。影片寓意深刻，每个孤独的灵魂内心都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人物之间的爱恨纠缠到底该如何救赎，更是这部电影对人性和心灵最深最直接的拷问。非凡娱乐实时报道。